猜猜猜，他辣的有道理。怎么说？像温岚一定很喜欢吃辣，我看人从来没看错过，是啊，超爱吃辣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皮肤充满了维他命 C， 很白，熏陶，所以你看四川女孩子都漂亮，很漂亮，因为他们吃辣椒嘛。重庆也是，他们甚至这样吃还觉得不够，可是谢哥还直接火开对抹在脸上，没有这么严重。人家贴小黄瓜，他是贴辣椒，太难。所以他皮肤好到吹弹可破，哎，真的耶！你就是爱吃辣，对，彪悍吃辣妹，没错。你不爱吃辣到什么程度？我出门一定带七种辣椒的东西。哈？七种辣椒？带七种？就包包很大一个啊，就不管辣椒粉、辣椒油、辣椒籽、朝天椒、剥皮辣椒那些，我一定要装在一袋里面，整罐的袋。对，几乎是。问题是你当时怎么会想要吃辣椒呢？因为其实我高中就是比较胖一点，然后那时候我要减重，所以就减肥，对，所以就开始吃辣椒。为了要减肥吃辣椒，吃辣可以减肥吗？可以啊，因为它会促进你的那个血液循环。吃辣很难减，而且泡那个辣椒洗澡也可以减肥啊。哎，不要乱教，会不会整个？没有，是真的，因为日本他们有一种那种泡的那种粉末，它就是辣椒的，那要那种专门的粉末，要专门的，不是真的泡辣椒哦。那菊花绽放的不行，真的假的啦？你想想，真的那个是那个就是真的吗？可是我们前的粉呐，对啦，对啦，辣椒粉。那然后你就吃就瘦了。也不是，哎，你要先开始吃一阵子，要不是立即吃就见效的。你吃多久然后瘦几公斤？大概我从那时候60几到现在50几，哇，10公斤。它重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它连水果跟甜点都加辣。哈，太离谱了吗？这是太离谱了吧？这是香蕉加辣，会好吃吗？还不错。你是加哪一种辣？看你是什么东西，像冰的话就是加辣椒酱，把它当成草莓酱这样子。Oh my god！ 好。哎，那个台北有一家面店，是你只要挑战过，老板就给你500块。真的假的？你有去比过吗？地狱拉面。对对对，地狱拉面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汤汁啊，轻轻点一下我的嘴唇，我整片嘴唇都肿。真的假的？我告诉你，对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知道，我还把那个面整条吃。你很有种。然后呢，我就吸进了。然后呢？进去之后你知道吗？突然间，直接就会唱 rap， 演唱这个歌是我是五万，那妈妈是这个三观不好。辣辣辣！啊笑！是不是很辣？那个好辣！对，那个你有吃过吗？我没有，哎，我很想去挑战。亏你还爱吃辣，对，你应该去的。